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菜肴的口味愈加多元，菜系的边界也渐渐模糊。然而，一种菜系不只是一种风味，更体现了一方水土的生活习俗。闽菜，八闽大地所孕育出的饮食文化，它萌发于千年前的闽越先人手中，在闽地百姓的一日三餐中成型，又经过历代闽厨的精彩演绎，方才扬名于世，成为中国八大菜系之一。寻味经典，回顾过往，我们试图记录那些关于闽菜的传奇故事。荣城福州拥有22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自古以来就是福建省的政治文化中心，这里也是闽菜盛行的主要区域。作为这个三大中心，它的消费层次和消费水平在全省都是最高的。那作为消费的重要内容之一的饮食，那肯定它的发展要领先于其他地区。福州菜呢，作为闽菜发展的领头羊，应该说看闽菜怎么样，只要看福州菜怎么样就行了。与此同时，作为政治中心的闽城都邑，人口密度大，上层人物也相对集中，他们崇尚饮食享受，官府商贾的宴席刺激了当地烹饪技术的提高。位于福州城中心的三坊七巷，自古就是福州官宦显贵的居住地。出生于此的张厚，对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极为熟悉。南后街还是跟他记忆里一样热闹熙攘。离这里5分钟路程的东街口，有着福州最正宗官府菜的味道。聚春园，张厚供职11年的地方，福建省现存年代最悠久的历史名店。这里已是正宗佛跳墙制作技艺传承的中心。佛跳墙，聚春园的当家菜，它不仅是一举庙堂的国宴头牌，更是当仁不让的闽菜之王。食材呢，它涵盖的就是大概有20几种，就像古田的花菇啊，还有海里面的木鱼啊、鲍鱼之类一些非常有福建特色的一个食材。放眼中国八大菜系，恐怕找不出第二道菜肴能与佛跳墙在食材的数量上匹敌。在交通运输较为不便的从前，能汇集如此之多的山珍海味绝非易事，很少会有地方能拥有福建这样的地理优势。福建省你这个地理优势很明显啊，依山靠海，食材资源就非常丰富。闽江呢，从福州城中间通过，上游闽北闽西有丰富的山地的产品啊，竹笋啊、菇类啊，还有山中的野味啊，下游呢靠海啊，海产品，所以它汇总在福州，打下了闽菜发展的物质基础。这些山珍海味是佛跳墙的基石，但美味的诞生更离不开大厨的巧手。一种佛跳墙的诞生至少需要7天的时间，不是说一个菜能煮到7到8天，这样子从食品卫生跟营养上这个不现实。它主要是一些干货食材的泡发，像鱼肚它很重的腥味，需要用清水慢慢的漂洗。它每一个食材都代表的一个技术，哪怕你切个木鱼也要很多的经验，你同样切大小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放锅里面一煮，它收缩度就不一样了，大小就变得不均匀，所以说很多的一定要靠经验。在初加工过程就加了5、6天的时间，煲汤差不多需要2天的时间。用时间和手艺将这些山珍海味汇集一坛，也难怪有文人对着这道闽菜之王发出感慨：弹起荤香飘四邻，佛闻气禅跳墙来。佛跳墙是用微制的方法制成的一道汤菜，福建人很喜欢汤。一般来讲，一场宴席中间，汤菜要占到40%左右。
过去福州人有讲啊，那些通灵的啊，精进。最能保持原料本质和原味的，当属汤菜。福州人就一直喜欢吃带汤的美食。早餐的锅边糊是带汤的，烧到5分钟就好了。就是吃个拌面，也要配一个带汤的扁肉。喜庆宴席上的菜，大多数也是汤汤水水。福建人可能最喜欢的就是太平宴这一道菜，啊，太平宴就是一道汤菜啊，就要在婚宴的时候啊，上了太平宴，客人要停杯投箸，等新郎新娘在他们的父母亲带领之下，向大家敬过酒之后呢，才能够开始吃这道菜。福建人爱喝汤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000-5000年以前。在福建闽后谭石山文化遗址的131号夫妻合葬墓地下，人们发现了大小陶釜18件。这在全国新石器时代墓葬中绝无仅有。以此追溯沿江靠海的福州人有爱喝汤的饮食文化。福建人爱喝汤啊，跟他的地理气候都有关系。福建是在的南方嘛，夏天的话气候非常炎热，炎热的话呢，人体的水分丧失就比较快，那要补充水分，喝汤是一条重要的渠道。另外一个呢，这个食材啊，很多都是取自这个海产品，那海产品的话呢，这些食材最能体现它的鲜的本味，就是用汤来体现是最好的。闽菜素有一汤十变的讲究，舀汤可谓是闽厨最重要的功课。74岁的姚建明出自闽菜双强门下，如今是元老级的闽菜大师，他最善调汤。闽菜什么菜什么汤，因为我们闽菜 汤菜很多，四碗里面汤都是这个汤，实在没有味道了，所以闽菜多变就是这个意思的。闽菜的汤品有的金黄澄透馥郁芳香，有的白如奶汁甜润爽口，更有一种三茸汤，它汤清如水，却极其鲜美。三茸汤应该是闽菜厨师啊制作的最高级的汤，喝一口三茸汤啊，舌尖和上颚连扎七次，还能够品得出它的鲜味，所以这个三茸汤又叫做七扎汤。制作三茸汤极为讲究，用老母鸡、上排肉和牛肉作为原料，用大火去除腥荤，微火煮出精华，熬制2个小时后去肉留汤，再取鸡骨架、鸡胸肉和牛肉剁碎成蓉，加少许盐和水捏成丸状，加入已经烧开的底汤之中，撇去汤表面的杂质，并顺时针慢慢搅动肉丸，吸附汤中杂质。在这期间，最为讲究的就是厨师对火候的把控。他一定要大火，夹子要慢慢开着开拉掉，要再看看半个小时以后，再慢慢调火，再慢慢熬熬熬熬，这样汤就好了。取出肉丸之后，汤汁已经相当清澈，还需用纱布过滤，才能得到上好的三茸汤。三茸汤肯定要做吃喝这种汤的身份的高档菜了，最高档的就是鸡汤汆海蚌。鸡汤汆海蚌极为简约清丽，除了需要工序繁复的三茸汤，另一个关键则是海蚌。张港位于福州长乐，地处闽江入海口，淡咸水交汇的细沙中生长的海蚌品质极佳，全世界曾经仅有意大利威尼斯产的海蚌可与之媲美，如今威尼斯的海蚌已经绝迹，所以这种海蚌更显珍贵。海蚌开壳，取肉切片，
洗净后如沸水锅汆至七成熟，而这七成熟全在毫厘的感觉之中，多一点或少一点，品相与鲜味极有区分。待上桌之时，汆入精心准备的三茸汤，15秒内食用，才能尽得此菜肴的鲜美。事实上，福建人爱吃海鲜贝类的习惯，从谭石山文化遗址中可见一斑。高达3米的贝丘遗址，正是新石器时代福建走向海洋的脚印。随着社会变迁，海洋文化更延伸出了海丝文化。海丝文化全称是叫做海洋丝绸之路文化，它是从福建这边起航。福建对外贸易那是非常早啊，汉朝的时候呢，那一些越南啊这个日本啊到中国来贸易的海船啊，基本上都在福州上岸，运来的商品啊就是从福州分发到全国各地去。随着海外贸易的繁荣，福州城内出现了万国之体航境极的景象。福州港口河口一带更是华夷杂处，商贾云集。海丝文化引入一些外地的食材啊、调味品啊，你比如说咖喱啊、沙茶呀、胡椒啊，都是从海外引来的。对闽菜影响最大的是番薯，是从菲律宾引进的。书载明万历年间，福州大旱欠收，百姓民不聊生。正在菲律宾经商的福州长乐籍华侨陈正龙发现当地的红薯极易种植且产量极高，便冒险将菲律宾视为国宝严禁出口的红薯种苗漂洋过海带回了福州。闽地多山，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而番薯却适应力极强，无论干旱缺水的丘陵山地还是山区的红壤土都长势良好，拯救了万千饥民。在福州一举试种成功之后，这种抗旱高产的作物逐渐在全国推广开来。而作为番薯在中国的第一个落脚点，福州的先民很擅长将这种食物物尽其用，比如制成易于保存的番薯粉。由番薯做成的这个薯粉，也就是地瓜粉啊，应该说对闽菜发展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所有闽菜的几百年来的勾芡啊、上浆啊，都是用地瓜粉。福州的小吃啊最普通的肉燕和鱼丸也都要用到地瓜粉。除了番薯之外，闽南地区常见的沙茶也是典型的舶来品。原产于印尼的沙茶传入福建后成为人们喜爱的调味品。沙茶炒牛肉，牛肉醇香滑嫩，沙茶酱汁稠浓鲜美，是闽南地区传统的家常菜。闽菜的厨师擅长调味，除了使用沙茶这样的外来调味品，福州地区更偏好一种本土的调味品——红糟。八名手艺，寻味经典。每一道菜肴都凝结了闽地的饮食文化，每一种滋味都出自传世流芳的闽味江湖。从平易近人的家常小菜，到一举殿堂的国宴头牌，50道经典闽菜，25位闽厨的美味人生，8集大型纪录片《闽味传奇》，4月30日起，每周末21:50，《舌尖之福》隆重奉献。
闽人食红糟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至宋代。宋鸡肋篇记载，江南闽中公司酝酿借红曲酒，至秋以红糟鱼肉蔬菜涮以伴火。福州人呢，认为红色是代表喜庆红火，刚好糟啊就是红色的。第二个呢，糟呢又有什么黄腐的作用，红糟菜啊在福州人过年的时候呢是特别喜欢做的。糟的应用在闽菜中极为广泛，做法也极为丰富，但若以大类来分，就是熟糟和生糟的做法。顾名思义，熟糟做法就是将糟事先烹煮后再对食材进行加工，大部分红糟菜都归于此类。而生糟做法则是直接用生糟对食材进行加工后再进行烹煮，其中的经典菜肴便是三丝半糟鸡。你这鸡一定要整只整形的摆出来，它因为这个鸡啊是吉祥的意思，尤其寿宴什么它一定要全。过去我们一只鸡它分两份来做或者三份来做，怎么成型，过去我们饮食行业叫拼布扣碟，这都是刀工方面要考虑的。在讲究刀工的闽菜中，刀绝不仅是简单拆分食材的工具，更是大厨们对自己的作品精雕细琢的帮手，哪怕只是配菜，刀工也绝不马虎。三丝半糟鸡它不是搅拌的拌啊，鸡又成型成为全鸡的形状啊，这一边的三丝呢又能够体现出闽菜精湛的刀工，陪伴是最好的。还有的你比如说灵芝链越长啊，这个链子也用得很好。灵芝链玉蟾的食材并不复杂，它考验的是厨师的细心和耐心，其中最关键的便是玉蟾皮的制作。铁勺的温度极其关键，多一分表皮便会焦糊，少一分无法使蛋清制成完整玉蟾皮。在大厨的巧手中，原本寻常的食材却也变得雅致而高贵。菜啊，菜肴呢，格调是比较高的，而且做法比较细腻，跟这个比较粗犷的北方菜相比，我们呢量小精致是我们闽菜的特色。闽菜源起闽都，却也凝结了八闽大地的精华，在时间的长河里演变出现在的模样。山珍海味他都尽收囊中，他有一汤十遍的高深功夫和对独特调味的巧妙运用，也有令人叹为观止的精巧刀工，更有海纳百川的胸怀与魄力。这是闽菜，也是关于闽地的独特文化。味是菜肴入口最直观的舌尖感受，食材本身的原味虽个性丰满，却缺少了层次丰富的味觉体验。多样的调味料便是能将食物的美味激发到极致的魔法。闽菜的调味与其他菜系有很大的不同，巧妙的搭配技巧，闽地专属的独特调味品，勾勒出一道道经典闽菜的味觉密码。